主播是不是也来段外语？主播外语棒棒的。第六站，浙江义乌的比赛现场，我是昆仑决亚伟。哎，大家好，我是亚伟。发点直播通知到我们直播通知里去说外语。混合格斗 MMA 规则56公斤的超级赛，蓝方是来自俄罗斯的阿纳斯塔西亚，红方是来自中国的诺尔曼。后面还有四场吧。这场比赛两种风格的对抗啊，一个是要打站立，一个打地面。对，我比较关注一个站立强项的地面发挥水平，一个摔跤系选手的啊，漂亮，砸上来，上来就摔倒在地了。没问题，这个队友没问题。哇，这在赢的选手里面很少见啊。这个跤劲儿太好啊，真是摔跤，不愧是摔跤系出身的。对，但是他的地面缠斗怎么样？我要看一下这种。 他呢，我觉得呢，主要就是地面打击啊。对，因为呢，这个摔跤手是非常难被摔倒，而且呢，上位的时候啊，这个压制是非常厉害。对，比较轻松的站起来了。对，这个若尔曼的话呢，刚才啊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呢摔对手没问题啊，我觉得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啊，摔完之后，对，摔倒之后啊，能不能杀伤对手？对。 一个是在站立的时候这样对攻，怎么样？再一个就是他摔倒完对手以后在地面上怎么去来控制对手，是去锁还是在砸击，还是转换位置的情况下是这种技术技战术运用怎么样？是。是是是是我刚才通过刚才那种经验的一摔啊，我们确实。 感觉到他这个摔跤确实是。谢谢江宇墨一直说主播说话没毛病哈。把一个女孩这样举起来砸摔啊，这个其实呢需要非常好的爆发力。对，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动作。这两球传给太多了吧？可能是不是说特别的擅长。对，他的一些基础动作可能相对来说会弱一些。对。现在呢，这个打击系打这个摔跤系一定要控场戏啊，连续两球，又来一次，摔跤。 但是他摔倒在地上之后，摔啊，打摔跤时候打的少，对，啊，他这个就是打击的时机啊，这个就把头给人家了，所以说这个穿整衣服这个选手还水平还真的不差，不能急，对，但是感觉他，和您说了，专业的摔跤手在被摔的时候已经准备好在地面的动作了，需要把对手压平，现在对手是侧身，对，这个对下位选手是有利的啊，对。 主播怕了，主播穿羽绒服。要压平对手，就是要抢这个脖子这一块。对，因为诺尔曼的一个把位的话，我觉得不是太好。对，他呢虽然是能把对手压，但对手可以侧身。对，但是他的头部跟脖子也在被对手控制。对，对，但是那个呢，对上位选手没有任何威胁。对，没有任何威胁，不会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哎，这个抓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一个控制的方式。 摔跤手，他一般很多时候是抓这个对方的脚背，对，把他的腿形成一个之字形给窝过来，对，啊，主要就是防对手的这个右腿啊，他右手右手是右腿想穿过来，要用自己的这个膝去顶对方的胯，对，啊，他就想把对手恢复到这个，哎，啊，半防守，半防守，对，我觉得诺尔曼应该对，像现在这样一个左手的肘部应该要。 再强烈一点压住他的头部，对他的摔跤水平很高，但他地面的弹动能力还是不行。对，变化不是太多，方法也不是很多。对，对。虽然说，卡西亚在下面的时候会做一些侧方位的防守。哦，卡住了。但是他在上位应该要多做一些变化才有机会。对。哇，又是一个，看他这个摔跤啊，就是好，再一次连续的被摔倒哈，但是在笼内哈。 只要按个题还是摔倒之后没有办法，轻轻的被摔倒是不计入分数的，不明确计入分数，但是会给裁判留一些积极主动打击这些印象的分数。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比赛的话，很多我们这个拳迷不喜欢这个摔跤手打法，嗯，就是因为呢摔跤手能摔倒对手，但他抹血战术，对，啊，也起不来，因为他压制你的，压制的特别好。 但是他缺乏终结能力，对，所以我们说 MMA 这个项目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是，当然我们不是说摔跤这种技术含量，摔跤的技术含量也非常的高，但是你怎么样把它有效的结合进去？哦，这个后手应该是动了啊，怎么样把这两种有效的技术结合起来？对，好，谢谢帅哥，这个。 诺尔曼的他的场外的教练啊，告诉他要转机，对，他明显没有看到。
从这个角度应该是看不到。其实肘击对手是可以的啊，击就击腹，让对手比较疼之后，然后想办法就是转把位，能不能扶住？哎，现在开始了，用肘击。最后十秒钟哈。啊，最后的几秒钟。现在啊，就是国内这个女子 MMA 的这个水平的话，应该说啊，还是相对男子太不注意形象了。对。确实是现在从事这类项目的女子选手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对。但是相对女子选手来说，她们上升的空间跟节奏要比男子选手要快。必须要把这个头型发型弄好，谢谢谢谢，啥也没穿。对，来大家喜欢东尼的走来小礼物，走来巴掌，因为比赛精彩的话，大家走来巴掌。散打出身，对。他后来的话呢，也是在这个舌尖下训练，现在的话是在黑虎。对。然后点点直播通知。张美丽经过这看看回放，魔力啊。这种更全面了，对，非常的全面了，对，他的水平很高，我们其实还是挺熟的，我们对啊，我最早这个没有明确规定捶胸是犯规的，没有明确规定捶胸是犯规的，那时候我们正好在。我在那个馆啊，在但是这个这些 MMA 选手哈、他们是所以说我们每个选手、都会打中到要害，所以说不会去重比较凶。而且女子在防守的时候，正常的抱架、这个双手最坚硬的部分也是把胸部给挡住了。很多的人呢、确实非常的优秀，这选手的话其实都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对，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磨练的过程。好，我们进入第二局。要进八角笼展示自己的技术，你必须要付出很多，对，非常多。看看塔西亚能不能就是把这种站立的优势发挥出来啊？胸也有防护的，这我就不知道了。胸就有护裆，内胸就有护胸。不是说特别的好。对。啊，后手打中，后手又中了啊！塔西亚如果用改用吸击的话，会很危险。是。是他应该就是对组合前置的这个手下去之后接一个吸击。对。塔西亚对女子是没有带护裆的，横向这种撤腿的移动，就防止诺尔曼直接扎进来了抱腿。是，他要控好距离。对，如果他要加强袭击的话，诺尔曼会很危险。对，因为诺尔曼的意图非常明显。对对，这个又倒了，这个防不住的，我觉得。啊，现在卡住了，是不是卡住了？然后大家把这直播通知点上去。很厉害。对，我们看到控制住。诺尔曼的右手被双腿夹住，对这个位置对他来讲要更好，更有利一点啊，更好处理。嗯，现在的话呢，这个塔西亚夹住这个诺尔曼的脖子，其实没有什么用。对，这谁告诉你的？出来了，出来了。对，诺尔曼用自己的左手啊压住对方的脖子。对，先不要着，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去把右手抽出来，先用左手的肘击啊，或者是这种压颈部，先给他造成影响。哎，对，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招啊，他可以把自己的右膝顶在对方的胯上面，对，然后把嘴、把腿、把这个胳膊抽出来。果然如听到一样，右膝压上来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下。对。这个是合理的技术，对，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对。这个你们说的什么汪可涵啊？但是呢，他那个发力空间很小啊，对对手职业选手很难造成有效杀伤。这个跟东尼都有私下的联系，所以说他们对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东尼是知道的。这个男子会带护裆，女子是不会带护裆的。其实这个用膝顶啊，二格勒是96年的，对，提上，他这个技术还是练得不够，我觉得啊。对，像刚刚他的袭击对手的腹部这样的，平时在训练的时候，职业选手会经常练习这种对抗击，我们所谓的抗击打练习。这个位置啊，我们叫腹部，但是呢，他呢其实有很好的机会转骑乘。对。所以说诺尔曼的这种地面技术现在还没有太多，对他练的还是不够，对练的还是不够，但他的摔确实没毛病啊，这个摔法他非常的棒。对，来直播通知点上去，喜欢东尼的想看东尼长什么样的，有没有男朋友的什么的哈。那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怎么去杀伤对手，对啊，有两次后这个170你不要这个纠缠我，不然的话有人会给你踢出去的。对，你看，哇，这个就是标志性的自由跤的这个摔法啊，砸摔。他这种砸摔啊，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对，揍哈都摔没了的，谢谢沙梅川。在我们这个擂台的下面是有厚厚的这个有垫子啊，有垫子作为保护性的。对，如果水泥地呢，可能很多人这一下就 game over 了。对，啊，所以摔跤手啊，他们有一个话就说拿地球做武器啊。啊，对，啊，这个是够狠啊。因为这个普通人承受不了，承受不了啊！你没有做很多的收身啊，这种摔的这个摔跤训练的话，一般人一下就
窒息了啊。对，职业选手会在砸晕了，在抗击打，包括尤其是 MMA 选手，对，在这种扛摔的这种也有训练，就是你要把包括怎么样憋气，对，怎么样收身体，是，其实这也是和我们中国的一个东尼经常会在直播间跟给大家分享一些 UFC 的女子选手的对决，所以说喜欢看格斗的朋友们可以他们就是点一下直播通知，在往下摔的时候这种低空的这种会有一个保护，是的是的，全身收气，对，其实跟我们职业选手这是有类似的。对，有机械兽，有女王中的 Rossi， 是这个战力是比较业余，但是呢，她呢，有 Joanna， 抗击打是不错的啊。对，另外她摔法确实太好了。对，右这个右击打啊，抱单腿，卡西亚也这个防不住，她这个卡西亚这个guard是比较业余，对，做的不是很好，啊，现在主攻站立了。他的拳啊，杀伤力够啊，就是女子的确实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对啊，他的这个打击的力度啊，爆发力要差。对啊，因为这个可能是也确实是跟这种身体条件有关。女子选手的这种肌肉的维度啊，包括肌肉纤维的维度都不是说那么强，是，所以他们的力量跟爆发力并不是特别的好。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个两场新秀赛都是57公斤级，所以都是打到这个最后判定，对，没有出现终结。对，因为即使男子57公斤啊，你要想 KO 对手的话，这个选手很难，都比较困难。对，啊，你要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有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选手的这个 KO 力量啊，有的时候是天生的，就是说你后天的就音乐来的不是来的这个不够严谨啊，不够严谨，应该马上这个音乐打过来，确实是。哎，喜欢东尼的话，赶紧点个直播通知。然后这样的话，以后到东尼直播间里去听东尼说哈。我觉得到第三局以后，过这村没这店了，找不到东尼了。防住了一部分了。不过现在不管是从步伐上面还是各方面，第三局我觉得塔西亚还会在站立上面、拳法上面一直要加强进攻的。他呢，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击击或者高扫，因为很明显的拳啊打到对手，对这种杀伤不够。对。因为诺尔曼在做摔法比较多嘛，我们的规则他在做摔法的时候，膝盖是要先着地，在这样翻脸着地的时候，腿法是不能进攻的。是的。但是如果塔西亚抓住在一瞬间，在诺尔曼进来的一瞬间，好，877了，已经9877了，大家这个再加把力哈，把这个直播通知破了万，破了3万。啊，对，摔跤手就是下前这一下，因为两力相冲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今天东尼是专业来吸粉的，的美股也这个来结交一些喜欢格斗的兄弟们。他的这个拳法有点受伤了，是，但是不是很严重。啊，又来职业选手来了，对。啊，我们看塔西亚很聪明了，现在一直在自己的对右边转啊，他转，对，做这环绕步这个。你要站死了就很容易被摔倒。对，你看他摸到诺尔曼的这种对这种技战术了，对，诺尔曼现在。在进去扛摔或者进去做摔法的时候，只有这一个脚，对对对。他呢，现在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奔那个前面支撑腿抱单腿，对，哦。这个慢慢体能下降也比较快，对，因为他一直在主动的做摔法，对，摔法的话呢是很耗力的，对。其实女子选手现在打了第三回合，摔，对。你看这个选手身后哈，这个汗都透了。透了这个衣裳，摸准了这个诺尔曼的这种节奏啊，是非常好。进来我就把左腿往后一撤，画一个半圆，你就抱不到了。对。啊，我遭受了重拳。这个步伐就挺讲究的啊。对。你看，他一下绕到这个诺尔曼的弱侧。对。啊，诺尔曼，你要想摔啊，你必须再转90度至少啊。对。来，欢迎格斗米小九。或者说是完全打破自己的常规，反方向去做，对，这样你才能有机会去进入到自己的这种摔跤的攻击范围。战术太单一了，是吧？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太擅长某件事也不好。哇，他这种摔跤方法好吓人呐、啊！连续很多次，确实是从第二充满了那种民族的神秘感。他是做了这个整个这个几乎180度的这个变向，对。哦，这个后手又动了啊，就还是这女孩子这个拳啊，稍微差点。对，
塔西亚现在很聪明，对，没关系，我跟你拼打，反正在站立上、拳法上我是有优势，对，你只要进来，我只是把左腿一撤一转就 OK 了。是。诺尔曼找不到太多的办法，现在。对他这个塔西亚的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明显这个步伐方面啊，有了很大的这个对。来，还有四个人顶着，点一下直播通知，还有四个人。对。好。诺尔曼很不容易啊，又倒了。对，这个就是搞笑比赛，系列跑不了十，连续的锤击，不要最终毫不犹豫，知道吗？砸脸过去，地面锤击。这个整衣服的选手正在蹬笼子，借助笼边的力量想脱离这个尴尬的位置。啊，这是不可以用。裁判这时候要检查一下双方这个劣势的那个选手还有没有反应哈，是不是已经被人家 KO 了？是没有问题的，对，膝和腿是不可以。哦，对手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对，对手不可以的，不可以攻击头部，对，啊，锤击肚子，这个太二了。上位选手，因为上位选手也是三点着地，对。这时候是不是可以肘击的？是不是可以肘击？这个，双方呢要重新的回到站立，而且呢裁判要警告这个塔西亚啊，对，他是连续做了几个犯规的动作。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啊，对，一直咬牙坚持，对，对，一直打 MMA 比赛必须要把头发梳好，必须要把头发梳好，不然的话就会。现在呢，应该说从第二回合之后吧，这个塔西亚逐渐是进入了这个场上的这个，怎么说站立的情况下啊，对，已经来我们大家在直播通知哈，已经达到了2990，摔倒了对手，但是两万九千九百摔倒之后没有对对手进行杀伤，对。没有更细节的对一百个朋友点到直播通知，终于就带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不好判，这一场。啊，双方在做一些简单的锤击啊。确实是这个动作好单一。哎，又进入到地面。其实确实诺尔曼在这个在摔法上或者是进入地面的时候他是比较主动的，但是在站立上确实是他要吃亏一些，对，真的是这个两个人这个确实是风格非常的明显，是这个呢应该说就是在中国格斗的这个发展初期好，这个裁判又感觉说没有什么看点了，把双方拉到站立的这个方向，就是不同风格之间的对抗。对，现在呢，女子的确实是穿这个发展也是可以的啊。对，中方选手这个技术确实是有些单一了，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观赏性就大打折扣了。但不过女子选手的比赛还是很好看的。钻研通过实战来把它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游戏的规则才渐渐清晰。是。好，三局比赛结束，我们看看裁判最后怎么判啊？怎么判啊？对裁判不好判啊，对这个不好判。来，大家认为谁会获胜？认为红方获胜的扣一，蓝方获胜的扣二。最后这应该是东尼解说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然后喜欢东尼的话点点直播通知，不然的话东尼走了，谢谢心知肚明。跟主播打比赛呀，这要过主播加皇马的一关的，所以说要想挑战主播，来主播直播间商量一下比赛规则。大家认为谁会获胜？认为中方选手获胜的扣一，外方选手能获胜扣二哈，马上就公布结果了。谢谢莫先生。
认为主播获胜，扣直播通知哈。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结果如下：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29-29 ，29-29；一号裁判30-29 ，Judge Number One 30-29；三号裁判29-28 ，Judge Number Three 29-28。And your winner by 好，现在我们这个中方选手胜利，通过连续的这个摔法，还是给红方胜很多印象的，还是占优势的，是不是？这是我们国内赢的第几场了？谢谢赵百万，谢谢阿杜。